像不是片场。娘，娘，你不要我们了吗？娘，娘，他怎么又活了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天他突然就从棺材里出来了，我们必须救他。哥，你去给他找个郎中吧。平时他对我们啥样，子辰，你都忘了吗？可如果他真的死了，你觉得大伯还会让我们好好的住在这里吗？这爹留下的房子，肯定就没了。哥，哥。欠钱不要利息的，啊？欠钱不要抵押的吗？你说你们这几个小屁孩子懂什么？一会儿你们那个后娘醒了，自会告诉你。别哭了，烦死了。自己说了，娘现在还没有醒，要是救不回来，我们是不用还钱的。开！吵死了！你们在干什么呀？哎，这行，这行。哎呀，这不就醒了吗？这不就活了吗？十月呀。你现在命可金贵了，那好孩子们花了20两银子把救活的。痨病难治啊。郎中先生，您说难治，那这是有的治。也不是没有办法，我倒是有一味药可保他一命，只是很贵。多少钱？20两银子。这钱我倒是有。但不能白给你们吧。这么着，你们三个给我写个欠条啊。我们以后哪来这么多钱还？这人我们不治了。等一下，我签了这欠条，但王郎中也要立个字据。什么字据？你要保证这药能救得了他，若是吃了没用，这欠条也不作数了。那怎么成？哎，王郎中，别着急嘛，女孩子家怪不容易的，给我个面子。子辰啊，你可得想清楚了呀，这欠条真的要签吗？嗯。子辰，如果我们有机会救他却错过了，我们也会心不安的。我害怕。签吧。你现在就好好想想，怎么还我的债吧。还还还！哎，还你妹！哎呦，哎呦，你都这样还想打我呢？不疼？要不再打一下？打这儿？哎，要不打这儿吧？要不打这儿？要不打这儿？你让我打的，我还能拒绝？好，算你狠，算你狠！等我搬走，一个别给他留！哎，好好，等着，快快！这还有，这还有！我们来捋一捋啊。
这里叫西空村。你们的爹李平遇到山匪被杀了，我现在是你们的后娘。这个最大的男孩叫李子强，二姐叫李子晨，这个小丫头你叫李子熙。你在这装什么糊涂啊？子晨签了欠条救你，你现在装不认识我们，是要拍拍屁股走人吗？不是，我哥，他可能是大病初愈。哎，人家都是穿成公主小姐，我穿成三个孩子的后娘，还家徒四壁欠一屁股债，我这是什么 hard 模式啊？十月妹子，我勒个去，这不是牛姐吗？十月妹子，我是牛大嫂。往日李平兄弟对我家那口子多有照顾，您这孤儿寡母的有难处，我肯定能帮就帮。牛姐不会有这么好的演技，完了，还真是穿了。我家也不富裕，就煮了几个土豆拿来给你们，快吃吧。哥，谢谢。娘，你也饿了吧？快吃吧。谢谢你啊。我想问问，如果我要上茅房，要用什么擦？这么大人了，还问这个？哥，娘，我们得用这个。屎罐。四季交替，时光蹉跎，夜里一盏是烛火，明灭是因果，回忆却难割舍。